地址和微信联系。所以呢，它整个文化都不一样。有人曾经是在英国的媒体说，美国的记者从当记者的一天起，最大的梦想就是把哪个政治人物赶走下台。法国记者最大的梦想就是跟政治人物一起吃饭。中国记者最大的梦想就是把明星搞个底朝天，把这家底儿都搞了出来。他们就说这种性文化，英国和法国很大的不同。对，比如说法国媒体也嘲笑，就是说。